Ciao. Hello，都吃饭了吗？我再吃一会儿就要去上课了。哎呀，知道你喜欢上班，我也真的是，我这不是外卖，我是食堂的。刚才还碰到周总呢，他问我不冷吗？因为我穿的裙子。我说美女，我拒人哈。科三呢，加油！我准备明年去考驾照。人家周总可是穿的严严实实的，穿个风衣呢，可帅了。这眼镜不错啊，谢谢。我最近也挺喜欢这只眼镜的。啊，荣哥还没下班啊？不都是要6点吗？我上完课回来再直播做南瓜羹，好吗？眼睛大的像铜铃，可是我没有开特效，我看看，我没有开眼，没有开大眼，可能是因为脸，头发遮了一下脸，然后呢，脸小了，眼睛就显得大。叉烧，我已经把南瓜买了。等上完课回来做南瓜羹。嗨，宝贝，怎么又喊我爹呀？我不是你的女儿吗？这滤镜关了，舒服多了。爹，妈妈不允许你这个辈分有点乱呢。我干了什么事情了？我怎么了？怎么感觉镜头没有聚焦？嗨，还有镜头聚焦这儿聚焦，好像看起来是有点模糊哈。没事，大家这样就看一下吧。我怎么了，宝贝？你跟我说一下，解释一下。邪性，我今天好像还好吧？我今天好像还没干什么吧？哎呀，荣哥，你别再说这种土味情话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美的挺迷惑，我真的是要吐了。哎，马赛克什么的，这个虽然也没有怎么样哈，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不太好，就其实本身也没露啥，但我就是想遮一下，不行吗？不是，我不是在说你。就你这个美的，你迷惑，真的说不出的土味，就很油。更夸哈，哦，sorry，美女配叉烧，越看我越烧，你们真的。哎，拜托哈基酱教他们些华丽的词藻行吗？谢谢肥肠酱送了个玫瑰花，不难吃，这个挺好吃的。是我被他们的话给无语到了。抓进鸡笼，那养鸡场都不够他们住的，得抓去那个什么。烧鸡店，朽木不肯定要演，说你们是朽木呢，真的。哎呀，别走，别走，下班了吗？谢谢栗子送了一个秋天奶茶，谢谢。
你们不是我的妈粉吗？怎么就喊我老公了？对啊，没有镜片啊，嘚儿，嘚儿，你不是废柴，你是柴犬，很可爱的那种。谢谢奶绿送了一个秋千的奶茶。对啊，没镜片，姨妈归姨妈是吧？我知道了。有饭哎呀，好恶心啊！儿啊，记得好好吃饭饭，穿暖暖。你也在吃饭，感觉像坐你对面一样吃。只要你屏幕够大，你要是弄个电视机哈，你弄个大电视机，投屏投我的直播，你会感觉我就在你面对面，就是等比例吃饭。不是这个叠词词啊！哎呀，我真的太难受了，恶心熏。现在跳甜歌呀，跳什么？可以点吗？会跳糖吗？啊，你要跳触电啊，也可以啊。哦，冷餐，我的饭头要给我直播跳触电啊，好的。我吃的，烤猪、烤猪肉，还有茄子，吃糖了，你的眼睛可以捐了。我这不是在那个框他们。你睡醒生日公园都完了，强制给你谁打电话把他打起来，或者是直接去打电话给他的那个校领导，就说他违法乱纪，然后就把他喊起来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都要跳啊？那你们直接合跳花季得了，一人穿个萝莉塔小裙子。哎呦，我真是个漏嘴巴。又把你看饿了，吃啊吃啊，6点多了，该吃啊。你也要跳，好啊，都开视频啊，可以，你可以开视频跳啊，反正，就是，我也不嫌节目多，你们最好安排个节目单，然后还可以发上来的那种。没手机啊？那你现在用什么？你现在用的是平板，看吧，平板也行，好吗？那你不跳，你是我孙子。你不跳，我就是你祖母。哎，你，哎呀，我发现了，就这个年代哈，谁厚脸皮儿，谁就活得久一些。我养了一堆葫芦娃，是吧？尊严算什么？不能社死，这有什么？跳个舞而已，你跳得好的话，这就不算社死，这叫什么？拥有了，你就拥有了中泰女粉的那个什么，是吧？择偶权是吧？对啊，也可以穿那种戴面具的，看不到脸的也行。
我这两天听了两天的，那个什么白举纲的《耳盲》，真的很好听。找一找，我一会儿又要出发了。我昨天迷路了，我迷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上课的地儿。众所周知，包北是年会地位最低。众所周知，就是谁都能当他的爷爷。对啊，三首歌，再多的话只能是串烧了。串烧的话，就是我还不太行啊。什么原图啊？哎呀，你是说那个微博吗？那你们正经一点啦。其他图啊，我觉得我一天发一条吧，这样子的话 KPI 也满了。必须放音乐会视频，必须放。我跟姐姐说了的，必须放啊，必须放。荣哥剪的呀，哇，期待了。Hello rapper， 晚上好啊。28的拆盘安排了我，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。然后可以把贴纸给你们。啊，还吃的简单呀，我觉得挺多的呀。主要是我都要吃完了。堂哥要来。那我说。你让我对象找你拿货贴纸吗？找他来拿贴纸吗？可以啊。如果长哥要来的话，我就给他塞多一点贴纸，然后让他寄给你，你要拿去送给大家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哦。你可别私吞了哈，我就给你一半。啊。好的哟。到时候记得提醒我一下啊，不然我会有点点忘记。最近记性不好，转头就忘。我昨天在地铁上接到了我朋友的电话，他说，我就说地铁上信号不好，我差不多十分钟下地铁了，我给你打电话。结果我下了地铁，转头就忘了这个事情了，也就不到十分钟吧。别太多了，上次卡还没发完呢。哎，没事，那个小贴纸我没做多少，那个小小的东西。你出道说要送你一张拍，爬吗你？哎呦，别跟我说整些子虚乌有的。谢谢小马王爷送个秋千奶茶，晚上好啊，王爷。我真的，我以后要叫你爷了，真的。我说不过你，你太会说了。当奖励，对，就是拿给你当奖励，就给你拿多一点。提问这个眼睛，你每次就是让我无言以对，好吗？确实，他们说就是我眼睛显得特别大，你有没有觉得就这样子显得我眼睛特别大，就是因为这个头发一遮脸，然后再戴个眼镜儿，然后脸一小，然后眼睛显得巨大，我都没有开那个放大眼睛了。Forever, my baby, my treasure, I love you forever. My treasure, I want you 跟你在一起。这首歌也很好听啊，7%。
我最近不听那个每日推荐了，我收藏的歌单有600多首了，循环。那套图拿给长，给长哥什么？给贴纸还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觉得我的马尾好大？就是我头发就本来就很多呢。啊，哪个好看？哪套图啊？瞅一眼，你不是要加班吗，王爷？你还想下班？啥时候做饭啊？我一会儿回来再做饭，差不多要9点过快10点的样子吧。我带了纸，南瓜我还是买纸的，我买了两个南瓜，买两个南瓜，一瓶牛奶，一个糯米粉，还是用的纸的，发了，嗯。啊，你不用加班了呀，好可惜啊。我就知道你要发这个图片，你这是你第二次给我发了。好了，从今往后我要当时尚女魔头了，对。我会就是多搞一些就是很棒的造型的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而尝试更多的造型呢。狠狠的买了好多衣服啊，我好肉痛啊！不是，他私发给我的，我不近视哦。这个是装饰啊，朋友圈。哎，问题是他只有个头哎，就这张图片只有一个头哎，我。好像这次没什么反图，对，我其实我也挺喜欢那个衣服的，但是没什么反图，我发现了。我要穿袜子了，怎么走了？哪张？你让包贝发给你吧。很存住了，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头发也很丑哎。你到底喜欢什么？我真的不懂，而且只有这么一节，你不要他发的，主要是，哦对，冬天来了，我让我妈妈把那件衣服带过来吧，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一双的话，加上那个衣服应该也挺好看的，我不管，行吧，哎，行。哦，还真的有夸的呀，好的，谢谢，就是有女明星的感觉了是吧？我其实活得很潇洒，我每天都重新出发，可是我不害怕，真的不快乐，每天走到同样的分岔，可是我并没有失落。我要收拾准备走了。有点冷，真的有点冷，大家就是多穿点好吗？答应我多穿点啊！高霜，哎呀你真的是烦的，天天高霜，天天霜满，我真的是。你怎么自己不扎个霜满？我天天自己看。拜拜啊！刚下班，这漫漫长夜该如何？救命啊！我真的要被你们救命了！我真的，我自己鸡皮疙瘩。90点钟见好吗？我去上课了，对，90点钟啊。90点钟做那个南瓜羹，拜拜，快回去吃饭哦。你别倒又倒绑在人家唱歌，真的是，拜拜，栗子，拜拜，胖子，拜拜。